现在3:25，在内湖高中旁边有人在竞选，非常的夸张，大家都还在上课，我们上课上到第八节要上到5点，为什么会有人在这边竞选？就直接在旁边制造噪音，我们在上课哎，旁边都还有学生，这里就是教室旁边哎。旁边就是教室，里面全都是要备考的高三学生，大家都在努力准备学测，这里在干嘛？这里在竞选啊，太夸张了吧！